Hello， 我系李家国地产嘅阿 Ling， 今日同大家嚟到日龙湾，系一个四房商铺嘅海景单位，单位嘅实用面积系1694尺，我哋而家即刻睇一睇。今日介绍嘅单位位于日龙湾嘅一期，实用面积1694尺，四房商铺间隔，楼底3.125米高，由玄关步入就系接近8米长嘅客饭厅。单位外面连接住大约4.8米阔嘅大露台。单位虽然位于低层，但系依然有一个好开扬嘅海景景观，远望仲可以望到去乌溪沙一带。饭厅连接住原式设计嘅比餐厅，除咗有咖啡机，仲有红酒柜。备餐区再入就系厨房嘅位置，厨房采用 L 型双边设计，而且工人房都喺入面。单位入面有两间面积稍细嘅睡房，虽然叫佢做细睡房，但系摆放大床同埋大衣柜都冇问题。两间睡房嘅景观亦都同客厅相同，望翻去吐露港嘅海景。之后嚟到套房嗰度睇一睇，套房嘅景观望翻去屋苑嘅内园景。之后嚟到主人套房，主人套房除咗空间宽敞，喺开职嘅时候更加划分咗一个区域作为衣帽间。主人套厕同时设有浴缸同埋淋浴间。今日嘅介绍到呢度差唔多，如果各位对日龙湾嘅单位有兴趣，欢迎联络我查询，我系利嘉阁地产嘅阿 Ling， 拜拜。